我们大家有看到我们的身后呢有几幅画，大的笔画哈，这个画呢我们现在此刻呢是看的平淡无奇，现在呢我就拿了一卷光尺，我们用暖白的颜色去把我们这个柱装饰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。更加看上去，看见这个光彩夺目，更加的去抢眼一些，效果还不错吧？